济公大会师暨两岸文化交流济公杯第一届歌唱比赛总决赛启动。好，拍拍手姐，拍一下拍一下，谢谢。在这里哈，要来向着咱所有咱的参赛者哈，确定啊，咱的这个整个的顺序嘞哈，也是跟咱前两名哈，咱的初赛同款哈，我来一一来做一个邀请哈，依次的哈，我来这个这个参那呢上台哈，演唱者。再一个呢是我们的等待哈，等待区哈啊，那呢啊第二名呢的等待区哈啊，做 standby 哈啊，那呢间隔的啊，那呢这里啊第三场次啊，就是那呢总决赛哈啊，那今日的哈我们来这进行哈啊，那呢。在咱这个比赛呢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按照往例哈来做一个介绍哈。在咱今日的哈，咱现场哈咱三位评审哈今日的嘛要得上脑筋了哈，尤其是咱有进行两场的初赛哈做一个淘汰了后嘞哈晋级总决赛的咱这些好朋友嘞哈拢个个嘞哈对着咱的歌艺嘞哈拢有真好的一个把握哈所以呢。咱今日啊，咱的这个歌唱比赛的哈，咱的总决赛一定的哈，盛况可期的哈，一定的哈，更加的有咱的这个激烈了哈，这无要紧哈，比赛都有输有赢哈，是将着咱上好的啊表现出来哈。来，事不宜迟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评审哈。第一位是我们三立电视台我们新人排行榜我们评审长我们苏春山春山教授哈。来，感谢哈，请感谢咱的春山教授的哈连耍三工哈拢在打咱这个负责着咱的这个评审的工作哈。今天的第二位哈咱较无同哈是咱伫咱民间。乡的哈那呢社区的艺术大学的哈，当然担任的那呢这里老师的哈，都是咱王艺儒老师来掌声鼓励哈。王艺儒老师的哈对了，咱音乐造纸的哈也相当的投入哈今日的哈来担任我们的评审工作哈。第三位呢，嘛是同款，咱大家拢真熟悉哈。咱的八哥，来，咱八哥啊哈，拍拍手，谢谢哈，感谢哈，感谢咱的八哥啊，嘛是介绍来咱担任着咱的这个裁判的工作哈。来，咱首先呢哈，先邀请咱两位哈，咱第一位，咱的一号曾庆照哈，咱二号张延凤。来，请做准备哈。来，让所有的好朋友来，让首先呢邀请我们第一号曾庆照所带来这首歌曲《男子汉的爱》，来，掌声鼓励，掌声鼓励。男子汉的心内，痛苦甲讲出来。心爱的不通爱误解，表面苦中是无奈。心并无顾着你的爱，
痴汉的心人，有情有爱有肉身，男子汉的心内狂风甲狂自来，心爱的不通来误解，表面苦中是无奈，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你会知，人生并无辜负你的爱。强棒出击哈，好，那感谢咱曾庆照先生哈，继续邀请到咱第二号，咱张延凤啊，所带来这首歌曲《秋天》，来，破声来鼓励一下，掌声鼓励。甘是一件心拢免通变，怨叹秋寒对我来念念，替我为着你念你心，过去的彼段情愈想愈依恋，爱你我心就是你来对阮我聪明，夜夜无眠，会看过月明。情节替我为你心肝意，为呀用心你归难意，等一个你原来是可比，多谢晚秋风听着你
唱的好好的心是七件事都免抗议缩短这首歌叫《秋天》哈。